飞机准备起飞，再往后退，倒退，倒车。这是一个很旧的飞机。有人在指挥。好像飞机在提高发动机的转速，原地不动就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吗？翅膀伸出来了，翅膀伸长了，并且有点耷拉下去了。飞机往前走了，开始。
这边光线不太好吧，看不太清。飞机还得等一会儿起飞，啊，再见，先再见吧。开始滑行了，准备起飞。现在是科罗拉多州大张克申机场，现在是晚上6:50。2019年1月14号，啊，飞机有点晚点，晚了几分钟。现在已经飞起来了，离开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了。看下面的万家灯火能看得了吗？这个就是大张克申的城市，这个城市。是大张克申的夜色。渐渐的看不到喽。现在进入了云层。
看到一点点，看到一点点。再见了，大张克申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外面什么也看不到了，进入云层了，在飞机进入云层了。